国片王赛德克巴莱进行这两天转台票房已经超过5400万，刚好拄到中秋连续假期哦，电影院每一场拢是满满满，估计哦，按拜五开始这四天哦，票房可能会当破亿。每一个人来电影院，不管查甫查某，全部拢是为着这出《赛德克·巴莱》来看电影院头前，全部拢是人，一人一张《赛德克》。而且才第一天，全台票房就2300万，第二天刚好拄到中秋连假，敢那是台北就1500万的好成绩，全台票房甚至是个3100万，短短两天票房就超过5400万。看来中秋连假过后，这票房绝对是破亿，即马要所在惨。票都买不到，现在大概要等5-6个小时，但是还蛮值得。超写实，超好看的，真的有，我有流下男儿泪。参查甫囡仔拢看个真感动，这部《赛德克·巴莱》，不管有人是为着好奇、为着欣赏，甚至是因为海角七号导演韦德成的名气来看这出电影，已经为《赛德克》的票房赚到真好成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